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电脑已经是办公的必备工具，办公效率是提高了。不过与之伴随而来的健康小问题也出现了，鼠标手、手机肘、键盘啊、屏幕脸，被称作现代办公一族的四大职业病。特别是鼠标手，在2012年的时候还和颈椎病一同被列入到职业病的范畴。鼠标手医学名词为腕管综合症，百科解释说，腕管综合症是最常见的周围神经卡压性疾患，其病理基础是正中神经在腕部的腕管内受卡压，发生手指麻木、腕关节肿胀、手部无力等现象。过度使用手指，尤其是重复性的活动，例如长时间的使用鼠标，就有可能患上鼠标手。2012年以来，多彩战略瞄准鼠标手职业病这个领域，推出了以 M618 系列为主的垂直鼠标，提出了健康办公的概念。垂直鼠标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大鼠尺寸，自带15万电，非常适合办公一族使用。不过由于尺寸有点大，手小的女生用起来可能嫌大。就在今年，多彩推出了 M618 mini 垂直鼠，尺寸更小，采用 2.4D 蓝牙无线双模方案，使用更便捷。通过包装上的介绍可以看到， M618 mini 与常规鼠标一样拥有六枚功能按键，不过位置布局不同。通过包装下方的产品参数表可见，鼠标800、1200、1600、2400档 DPI 可调， 2.4G 蓝牙无线双模，10米接收距离，125赫兹回报率，电池容量1000毫安时，按键寿命1000万次，兼容 Windows、 Mac OS 系统。与普通鼠标不同，多彩 M618 mini 是一款垂直鼠，鼠标的左右按键与地面垂直，左右按键采用分体式设计，表面为细磨砂处理，按键和滚轮均为点染黑色，滚轮采用橡胶材质，手感舒适。右键下方有个小小护翼，可以放置无名指和小拇指，使用更舒服。鼠标整体呈现一个锤形，上小下大，类似鲨鱼鳍的流线造型，尾部下方有多彩的 logo， 不过不带 LED 灯效果，估计是因为无线鼠标尽可能的省电一些吧。鼠标左侧呈现内凹造型，上部有一个前进键和一个后退键，再往上则是一颗 DPI 调节键，按键下方有个 L 造型的灯带，开启后为外产 RGB 特效。鼠标顶部和前部是银灰色的，将鼠标左右分割开，前方底部有一个 Type-C 充电接口，不用跟着反方面，线头随便插，十分方便。个人觉得 Type-C 接口以后会成为外设的标配。鼠标顶部是尖尖的，和鲨鱼鳍的造型十分相似，和汽车的鲨鱼鳍天线很像。鼠标底部有两个弧形的脚垫，中间有一个电源开关和双模开关，以及蓝牙配对键。靠下位置有一个 2.4G 无线接收器的存储仓，存储仓采用磁吸附设计，接口朝里一放即可固定，拿出的时候也很方便，比起那些靠卡口来固定要方便很多。以前很多无线外设为了提高续航能力都没有配备 LED 灯，多彩 M618 mini 不仅配置了 LED 灯带，而且还是 RGB 灯效，灯带不长，所以对鼠标续航影响不是很大，而且也可以关闭灯光。看来多彩已经可以在颜值和续航间找到了平衡点。再者，因为采用的是内置1000毫安时锂电池，没电了直接插电脑上充充电就行，一般使用5号、7号电池的无线鼠标很少设计灯光效果。鼠标整体重约115克，重量适中，介于100到130克常规分量之间。加上多彩 M618 mini 是一款垂直鼠，鼠标抬起的情况比较少，大多是在鼠标边上平移，手感上并不觉得重，笔者手长175毫米，手不大，一般使用130毫米的大鼠都挺吃力的。主要有的鼠标滚轮靠前，使用起来不方便。多彩 M618 mini 长约103毫米，属于中小鼠范畴，所以
多彩 M618mini 更适合手脚的人使用，比如女生，匕首手指也不长，刚好可以触摸到鼠标按键的前端，大拇指操控前键后推键也很自如。而且因为采用的是垂直鼠设计，整个手掌呈自然伸展姿态，而一般的普通鼠标食指、中指与无名指小拇指分得较开，时间久了就会不舒服，所以我用了一段时间鼠标后都会双手指交叉活动活动，不然有点麻核酸。然后笔者也让闺女也试了试，闺女手长120毫米，原本以为她很难使用这款鼠标，结果一试还真可以操作，左右按键、前键、后退键以及滚轮都可以操作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小孩都可以用的鼠标，女生们使用肯定没问题了。多彩 M618mini 采用的是 2.4D 蓝牙双模设计，所以将无线接收器插到电脑的 USB 接口上也可以使用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鼠标的使用范畴，像电脑、笔记本等都可以使用。笔者有一款2:1平板电脑，采用的是 Win10 系统，切换鼠标的双模开关调至蓝牙模式，然后在平板电脑的设置里搜索到鼠标后进行配对即可使用。蓝牙连接的好处，一是没有了附近其他 2.4G 无线信号的干扰，二是在平板电脑没有 USB 接口或者接口不够用的情况下就发挥作用了。大学时我也是学过 CAD 的，只是毕业后多年未使用了，有点生疏。多彩 M618mini 主要的使用人群还是办公人士，用来画图、设计等等。垂直鼠相比轨迹球鼠标更容易上手，基本上用几天就适应了。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当你真正适应了垂直鼠来画图，就很难再回去了，跟当年换上 SSD 固态硬盘后很难再接受机械硬盘的归宿一个道理。多彩 M618mini 垂直鼠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可以预防鼠标手，作为爱美的女生不用担心手腕长出厚厚的老茧了。相比前任 M618 尺寸小分量轻，也更适合女生使用。鼠标采用 2.4G 蓝牙无线双模，大大增加了其便利性和拓展性，800-2400字到 DPI 之可选，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。内置1000毫安时电池，还带有 RGB 灯光，续航也很给力。磁吸附的无线接收器舱设计，使放轻松自如。如果你是个办公小姐姐，这款多彩 M618mini 还是值得一试的。最后，大家猜猜这款办公垂直鼠售价会是多少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